我做饭呢，我得听着谁在这哭啊哭啊，又咋了这是？那人呢？哎呀，宝贝宝贝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姐姐把我抱这上了。啊，姐姐把你抱这上去了的，这么高，这个臭姐姐气死我了，看我怎么整她。你看你这脖子上挂的啥呀？这是，这不是挂的小鸟口哨吗？你咋不知道拿这个口哨吹呀？你这下下次的时候你吹，你一吹我就过来了，知道吗？我去找找他，来来来，慢慢的把他拽下来。小姨，那怎么办？妈抱回去，来抱抱抱抱抱抱抱呀！没有妈妈领着你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呀呀呀！你姐藏哪了？有啊，那边有没有啊？看看，哎，没有。后面呢？没有。哎，后面有没有？没有。有吗？哎，宝贝，这是个啥呀东西啊？你看，它好像在姐藏里面了。来来来，我拽拽，给它拽一下被子来。使劲，哇，真是姐姐，来来，给它拽下来。哎呦我的天，我叫你把妹妹，气死我了！看我这个鞋子，看见吧？拿那个鞋子，我拍他，我让他把妹妹藏下，我让他藏，我让他把妹妹弄得这么高。